安各位，结果咧，琴日我剪剪下片啦，顶唔顺，我去咗瞓觉。琴日真系好攰，然之后我今日十点就醒咗，就剪埋剩翻未剪嘅片，跟住再准备埋阵间开会嘅嘢啦。琴日咪话俾大家睇开箱嘅，因为今日我着得比较 casual， 所以我就戴呢一个。哇，超靓！这个就是妈妈姆苏拉戴的那个耳环加颈链，超好看的。还有昨天另外一对呢，就是这个，哇，超靓的，真的。可能我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戴给大家看。就约了三点开会，现在是点半。哇，其实我现在很饿，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吃东西，因为其实我两点要去一个地方。我在韩国是有一个收信地址，譬如有些可能不方便寄到我家的东西，就会寄去那个收信地址。稍后我就要去拎一些东西，可能顺路就会吃个饭。我好想吃汤饭，忽然间。可能因为昨天喝完酒，所以今天我想喝一些热汤的东西。这个是我的解酒方法。但其实昨天、不是喝得太多，昨天我都有很精神，但始终有酒精入了身体，我就会想有些热汤去消除他们。PDF 档，我刚刚给你两个档，对不对？有吗？好，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先看 iPad、MacBook。咁我阵间去开咩会呢？目前好似唔讲得出嚟住。其实唔系啲咩秘密嚟嘅，只不过我觉得礼貌上同埋道义上，我唔应该喺而家呢个 moment 同大家讲嘅。系啦，所以大家等多一阵，等多一个月到，跟住我就可以正式同大家宣布一啲嘢。大家跟住睇个 vlog 就知道究竟系咩回事。時咧就要過嚟收信或者收件咁樣，而家兩點，好似仲有時間食少少嘢，好想食湯飯啊！真係。車不中直接開，車咩特色？刚刚我是去收一张卡，最后其实我不是嗌汤饭，我是嗌了炒猪肉。劲大豆，有啲多添啊，都分量。哇，一个人点食得晒啊？估唔到咁多喎，係咪？因為通常咧嗌辣炒豬肉咧，佢係會有湯嘅，佢都可以俾到一個湯飯嘅感覺。其實我真係好少會自己喺出面空搏，但係有時又會唔想嗌外賣。雖然我琴日咪話 coupon 送嚟好快，但係始終。即係你隔咗半個鐘就係隔半個鐘，啲嘢就係冇咁新鮮。啲嘢食當然係即場食最好食。由於我個性係怕醜嘅關係，就算如果我去空筆嘅話咧，我都係會嚟呢一啲餐廳，即係冇乜人，自己一個人食飯都唔會話好奇怪嘅嗰啲地方。준비로가시면저포장실들이있대아지금일하러가야지금마스크를착용하세요하차입니다할라방감귤자하나주세요
井啦。其實一路都好中意合井嘅氣氛，旺得嚟，但係靜靜得嚟又幾旺。所以之前我搬屋嘅時候都有諗過想嚟呢邊住。其實呢邊咧有一棟係超貴嘅樓咯，即係之前Big Bang 住嗰棟。有機會嘅話都想試下住，爭在唔知幾時啫，可能係下世。Hello。7:00啱啱先開完會，講咗勁耐嘢，可能開會太用腦，跟住而家好肚餓。跟住我都好耐冇煮飯，所以我諗住去買餸先。今晚整個簡單嘅晚餐。新村呢間應該係收10:00。因為剛才晏晝沒吃到湯飯，所以我決定都要整一個湯。現在要找牛肉，多少？14,000。買好少嘅翻嚟就真係有新鮮嘅牛肉。之前咧，我通常會買雪藏牛肉、雪藏肉放喺雪櫃啦。但係即係肉質有啲分別嘅，即係食落去真係冇咁好食嘅雪藏牛。打邊爐嘅可能就會用雪藏肉，但係如果你話煮飯啊，儘量都會用新鮮嘅食材。金針菇，整韓國嘅湯咧，蒜頭係幾乎一定唔可以冇噶啦。然之後呢一個腸，我頭先見到佢 discount， 跟住一 pack 3包。其實份量勁多，但呢只係超級好食嘅。我喺之前啲 vlog 都有同大家介紹過，我覺得係超爆好食。佢係牛肉同豬肉混肉腸煎或者叮都超好食。在韓嘅各位唔該要試炒泡菜，我真係覺得炒嘅泡菜係好食好多。佢有一隻咧係有煙肉添嘅，嗰只都好食。正如我昨天所說，我覺得整韓國嘢食咧，最緊要都係個 recipe 嘅啫，即係要落啲乜嘢嘅材料肉，要落啲咩調味料。所以啱啱睇完，我就諗住自己摸一下，要準備嘅材料簡直冇，就係呢個菇。其實正確嘅牛肉鍋唔係咁樣整。是要醃了12小時先，因為我忽然間真的很想吃牛肉鍋，一彌補翻頭先晏晝食唔到湯飯的遺憾。因為之前都試過，唔覺意自己整成功了，即係個味都似。我而家依稀都記得我是怎樣整啦。住呢一個 magic 汁，少許，然後要味淋，味淋一羹。因為牛肉鍋是甜的，所以我落2羹蒜頭。其實我勁想用新鮮洋葱，但我雪櫃實在太多，未吃完，我有咁大包。超靚嗰啲牛肉，其實如果你喺韓國去餐廳食啲枝茄咧，金菇其實佢哋係唔會煮嘅，通常咧就係個湯滾滾滾滾，然之後佢直接劈個生嘅金菇，等啲熱湯去就咁浸熟佢咯，而唔會煮嘅。完全一模一樣啊！滾死大鑊！丁肉飯呢個係細嘅，茶根控兒。吃飯追求儀式感，就算佢係丁飯都好，我都要放落個碗度。牛肉湯、泡菜飯，其實呢個湯嘅韓文名咧叫做 뚝배기 불고기，簡稱叫뚝불。
佢同其他韓國嘅知己一樣啦，通常都一個瓦煲咁樣出嚟，通常一個黑色嘅瓦煲，然之後滾下滾下咁樣出嚟嘅。正常嘅篤杯咧，裡面係會有薯粉，但係因為我屋企冇，我亦都唔想花時間去浸啦，因為正常嘅薯粉係要浸一個鐘咁樣先嘅。咁所以我今日整呢個完全簡單版，我頭先花咗十分鐘搞掂，同埋所有嘅材料咧，其實喺其他地方都好容易揾得到，所以大家如果想整嘅話咧，絕對冇問題，冇難度。篤杯咧，唔知點解。我見到好少遊客會識嗌呢樣嘢，通常大家最知道嘅就係泡菜湯、大醬湯，跟住可能豆腐鍋，仲有海帶湯咁樣。但係其實我想講韓國嘅湯類食品係真係有好多種啊！你以為係泡菜湯，但其實可能佢係辣椒醬湯咁樣。都有機會嘅，所以其實有時咧會聽到唔係住喺韓國嘅朋友，甚至乎係我自己啱啱嚟咗韓國冇幾耐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嚇韓國嘢冇乜選擇喎，全部都係紅色，全部都係辣，全部都係濃味嘅。但係其實真係唔係，係比想象中多好多選擇嘅。只係我覺得可能有啲嘢食比較冇咁大眾化，韓國旅遊會特別推嗰啲嘢食。但係如果你哋好似我咁係住喺韓國嘅，你就會發覺哇，原來有我哋唔知嘅世界嘅。形容個味俾大家聽，豉油底，但係佢係偏甜。咁但係因為我落咗麻油、蒜頭、大葱，所以有嗰種韓國餐廳你經過嘅時候，你就會聞到嗰種香味。琴日鋪面開嘅嗰支香檳，因為佢裡面有氣啦，所以要快啲飲咗佢。好嘢！離開上線之前咧，喺觀塘買啲嘢已經陸續到咗嚟噶啦。第一個係呢個 basil pesto 嘅醬，因為之前都係自己整啦，其實我係唔係好肯定佢個味係點樣嘅，所以我就諗住等晚晏翻嚟試咗。咁第二我自己再整嘅時候，我先可以有個比較或者係可以參考嘛。呢一個咧就係意大利嘅 anchovy， 超級好食。佢一種好鹹嘅，跟住用香料醃過嘅魚仔啊，跟住超級好食。因為其實咧整呢個醬嘅時候係需要落到 anchovy 嘅，所以其實我買 anchovy 係為咗整呢個醬啦。不過之後上網睇咧，其實話 anchovy 都有好多個食法，譬如你可以夾麵包或者用佢整 pasta。因為其實我好中意食鹹魚嘅，咁所以我覺得屋企長存一個 anchovy 都幾唔錯。大家如果冇試過嘅都可以買翻嚟試下。我都唔記得咗自己買啲咩添。啲嘢都擺咗幾日 ，what the？ 可能睇下我嘅觀眾都知道我有飲開蜜糖嘅習慣啦，但通常買啲蜜糖咧都係細細啱，或者係最多咁大支。然而呢一個點解會咁㗎？佢2kg。成日都會買錯 size， 因為我發覺洗手盆其實嗰條渠咧，如果你唔清潔咧，佢會有積嘅，咁所以係啦，一個人住就係要做呢啲家務噶。Thank God， 終於送嚟，我買咗一抽水管，唔知有冇同大家講過，就係我天台係冇水喉位嘅。我一開頭以為我露台都冇啦，但係因為呢一個咧，我買咗好似30mm， 我買咗勁長啦，因為呢一層薄條水管上去可以洗到地，大家祝我成功。然之後咧買咗塊綠色嘅布，其實我久唔久就會中意買定啲布料翻嚟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屋企好多布噶嘛，我見到啲啱心水嘅布，我就會買翻嚟噶咯。其實我唔係好記得我本身想買嚟做乜嘢，我應該係想買嚟鋪喺我嘅一人 sofa， 定係鋪喺我工作室嘅 sofa， 暫再決定。然之後呢一個咧係墨水嚟嘅，其實我見到咧有好多即係啲代替品啦，副廠啊，佢哋全部都係唔知道要點樣薄去個 printer 度，跟住我覺得對我嚟講好似有啲繁複，所以我就寧願買翻原廠正貨。哇，佢兩 pack 咯，原來煩啊！點解要逼我一次過買兩 pack？ 佢冇得少量咁樣買。人生第一次自己買 printer 翻嚟，咦？原來佢有根墨嘅喎。凳咧又係
諗咗好耐，都係決定要買，因為我覺得佢呢個 design 超級靚。呢張凳好適合擺喺工作室，而呢一張因為太舒服咧，所以其實坐坐下就會個人有啲撇撇地。呢張可能我會拎翻入去衣帽間。哇！佢有中文喎、啊，勁正，太好啦 ，brother！然之後咧就注入墨水喺個墨水槽，墨水。我人生第一次入墨水喎，有少少緊張我而家。啲人話咁樣入墨嘅時候係會好容易漏墨嘅喎，可以治。哇！頂啊！真係呢頭畫完，呢頭就倒瀉啦，真係染色嘅唔通 ？Oh my god！哇，好彩啫，好彩抹一粒，用啲酒精抹咗，咁啦，叫佢上升紧。經過一番嘅鬥爭之後，好似搞掂啦。呼！我 printer 終於搞掂，我搞一個鐘好攰。不過然之後咧，啱啱出咗片啊，睇下大家反應如何先。希望大家可以治愈到。但係呢啲 comment 咧，我就好唔客氣，我係會 D 嘅。我的面部表情和反應是不同的是嗎？就在這麼長10分鐘到就夠，希望可以減少剪片時間。剛剛1號這條片呢，我都是今天早上才剪好的，本身以為今天會空閒一點，但是大家如果有開過會就會知道開會其實是很浪費努力的嘛，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那4個小時呢就已經有點揸乾揸淨了我今天的電力。我剛才一開完會，我整個人就在雲遊太空，然後剛才用花一個小時整個 printer， 因為這幾個月可能已經慣了出一些長的片，多數都是15分鐘以上的片，跳回10分鐘很奇怪，我覺得好像放不下我想講的內容。好，但是我覺得可以調整一下，是因為我都知道我自己太大壓力的話，其實我想給大家看個治愈的效果又未必會出現到啦。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去他們的網推到他們的 IG 選購一下咯。不要沉醉在美之的事上，什麼意思呢？好了，其實現在已經很晏了，2:30，現在對我來說都是超熱，我現在是超級眼瞓，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個禮拜我都是勁早睡早起啦，即12:01就會瞓，然之後9:10就會自己彈醒。但同時我覺得時間過得超快啦，唔知點解無啦啦而家就2:30，我而家真係超級頂唔順，我要瞓覺先。我哋喺聽日條片度再見啦，拜，晚安。